空压机插上电，然后这个电源线接上吸管，空压机接到这里来，现在要翻开，用胶纸把这里封上，封上以后放到相应的位置，下面盖好，然后这里下面的盖住的位置戳孔，然后 OC 胶盖住的地方要记住，一定要压到一点点，然后戳孔，全部戳了之后再对尺寸，这个大片在外面，大片的在外面，对好，OK， 压住一点点，电源打开，压力0.6以上，然后启动，起来了。